哎，马哥，这不是嫂子吗？一位家庭主妇今天在超市制服了一名小偷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“威武柔顺姐”。嫂子吗？可威武啊！这后头女孩子怎么像闫妮似的？是她。哼，跟你在一起比那个张幸福好多了。今天晚间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像花儿一样》全台首播。